我是刚刚约车到了111年1月20号，彰化站南化站，8:15。下一站，园林。Next stop, 园林。晚林。然后，彰化站8:16出发，就是167次哦。一臂之长啊！然后发车江西湾线开往桥旧的一臂之长啊，代打红斑马驹啊，在彰化站始发站这里哦，然后发车。谢谢各位老板。